嘿，这是你丢的吗？资源或垃圾究竟怎么分？口罩可以回收吗？不行，为什么要绑起来？它不会再展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折小？因为折小了以后才不会占空间。关渡国小百年校庆园游会之前举办环保教育展，加强循环利用的观念，同时呼吁减速行动。保特瓶可以回收再利用，那是不是你们就尽量喝没关系，然后我就回收再利用？不是，对，不是。地球受伤的现况，动画影片大大启示。这样以后，我可能就会比较不会用塑胶袋，我出门都会带购物袋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谢义为黄耀廷台北报道。